今年米芝莲街头小食唯一新入围就是这间汤圆老字号。啱啱瞓紧觉，我哋先叫我落嚟，我都唔知呢样嘢。唔系加唔加咗呢个业主都几好嘅，做好设计就得噶啦。呢间老字号开咗近30年，作风加上卖30几款传统糖水，最出名就系汤圆。芝麻汤圆最出名，芝麻炒香之后，再用磨米机磨碎，加埋猪油调味，特别香。每逢过年元宵都可以卖成15000粒汤圆。因为见到米芝莲个指南，佢个推介呢一间铺头，所以就过嚟。佢好浓花生味嘅，入面都有好多花生粒啊，真系好有咬口啊！一咬落去都好香花生味。因为疫情，去年仲出埋家用冷藏装，可以去佢哋嘅 Facebook 睇下有咩冻肉店或者网店有售。龙门北路迎名。